月天自今年四月展开了巡回演唱会《好好好想见到你》。日前他们到中国西安开始新一轮的演出，然而有网友流出现场画面，透露主唱阿信疑似身体不适，所以鼻子插着吸氧用的管子，手里抱着吸氧设备登台，神态看上去也有些疲惫。有歌迷透露，阿信近期罹患重感冒，加上连续几天不停的熬夜录制跨年演唱会的影片，还要进行巡回演出，导致身体逐渐无法负荷，才需要直接在台上边吸氧气边演唱。网友们纷纷表示担忧，呼吁五月天要健健康康，不要过于拼搏事业，疏忽了对身体的照顾。此外，日前也传出天王周杰伦在演唱会上被困旋转球内超过20分钟，甚至被闷吐摔伤。不过，所有经纪公司紧急发文强调，该消息子虚乌有，周杰伦的身体状况并没有问题。